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好，大家好，新一集就天然解密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大家好啊，系啦，咁啊，今集嚟讲咧，我哋就有啲新话题啦。咁当然就咁啊，亦都啊，顺带咧，亦都会讲一讲诶，譬如最近城中热门讲嘅就系海洋公园嘅治诶嗰个咩啊？執唔執啊？係嘛？到底執定唔執咧？咁啊，就有啲人咁样讲嘅。咁啊，究竟海洋公园咧？佢關閉定係繼續開咧？究竟係利多於弊嘅，即係我哋咁樣睇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其實利多於弊係對咩人啫？弊多於利係嘛？利多於弊咁，其實即係睇對咩人。因為點解咧？其實香港人對海洋公園都好大嘅情意結啦。1977年咧，我哋最記得嗰陣時，我哋都係細路仔啦。咁啊，1977年嘅1月10日開幕。咁啊，啱啱咪農曆新年之前嘅，咁啊嗰陣時我哋做緊童工，咁我個老闆喺工廠啊，個老闆係好好人喎，咁啊開咗海洋公園，一開嘅時候咧，點知係農曆正月十五啊，即係都係開咗都唔夠一個月到，差唔多喎，1月10日係啦，一個月都咁上下，咁啊帶咗我哋去玩咁海洋公園，嗰陣時都仲係有少少沙塵滾滾，好開心。當時入場費幾多錢？你記唔記得？唔記得咯。好似係15元係咪？我都好耐冇去。因為好貴啊！海洋公園照我哋記得都好貴嘅，都要10多元入場費。因為依家嚟講，好似入場費到200-300元噶嘛，好似都唔止，唔止添啊！咁我哋真係背啦呢個，因為咧我哋個仲有200-300元。早幾年前曾經去過一次嘅，咁因為依家嚟講咧又唔玩得嗰啲咁嘅機動遊戲啦。年紀大啊！年紀大咁啊！以前曾經玩過，20-30年前嗰陣時都玩過。咁咧就嗰個入場費咧就真係偏貴嘅。你唔好話啲主題公園嗰啲入場費都真係都好貴，都要去到動輒都要成400-500元有啲。咁啊，而家喺啱啱 search 到入場費，如果大人都要498喎。498真係500元咯，我都話夠水咯。400-500元啦，都其實都唔係話容易負擔嘅。嗯。即係如果你話一家四口咁樣去入場，喂，咁就玩幾千人㗎啦。細路仔咪200多元咯。細路仔200多元，即係如果一對夫婦咁兩個500-500，即係帶兩個小朋友，即係一。1500元，淨係入場都1500元。仲要入去飲飲食食咧？咁啊，裏邊嚟講，通常我哋都揀比較貴啲嘅麥當勞，因為佢麥當勞係比平時街邊即係其他嗰啲唔係街邊，其他嗰啲咧係比較平，係比較貴少少嘅。一定貴。貴少少嘅，係貴少少嘅，我食過。咁咧就若果你去嗰啲主題餐廳嗰度咧，即係見喺個望到個玻璃，望到嗰啲鯊魚遊來遊去啊，望到啲大龍躉遊來遊去嗰啲咧就超貴啊嗰啲就。咁啊，另外有一間咧，我就見有一間餐廳咧，即係嗰啲餐咧最普通，我見到都差唔多好似298元起咁上下啦，即係食一個午餐。如果你喺深水埗你喺深水埗呢個新香園咧，係48元就食到噶啦。唔使諗啊！你總之你一家四口入去，你起碼使2000多人走唔甩㗎啦。咁跟住仲要夜晚去一去隔離嗰個珍寶海鮮房食一餐添，翻出嚟係嘛？咁其實都消費都非常之高喎。咁啊，同時間嚟講，即係近年嚟講咧，即係本土即係香港人咧，即係咧就都係中意入去玩機動遊戲嘅啫，咁係嘛？咁啊，你話嗰個好似嗰個有一個海洋劇場咧，咁每日唔知一次兩次咧。最其實海洋公園最好睇就是海洋劇場，睇啲表演啊，表演啦，咁同埋嗰個海洋館啦。但係我哋依家即係前嗰幾年去咧，係其實咧就好少人嘅，反而咧去海洋館啊，即係裏邊睇下啲海洋生物啊。嗰啲人去到全部都係去玩機動遊戲嘅，即係我哋早十幾年前去咧，都仲係海盜船啦，後屘係整啲好勁嘅過山車啦，咁去吸引啲遊客咁去玩啦。咁啊，一路嚟講咧，海洋公園咧，咁跟住之後又話要起酒店啦，好似有兩間啊嘛，係嘛？咁啊，同似乎咧就同呢一個
米奇老鼠競爭嘅。咁但係嗰個競爭力就好似比較弱啲，米奇老鼠都賺唔到咩錢，海洋公園都難度可以賺到錢。咁另外仲要睇下喎，我哋去解釋一下，即係睇一下周邊嚟講，即係好似現在嚟講大灣區啊，咁有冇啲主題公園又平又好玩咧？即係好似最近都有啲討論區話，長隆都好啊，珠海有個啊，番禺有個，咁我哋都曾經去過啦。咁佢嘅主題嘅。我哋好多年前啊，講唔係依家啊，好多年前咁佢哋住，佢哋啱啱開始嘅時候，個酒店咧都唔算好貴嘅，咁加埋曬跟團去住嗰啲嗰啲主題嘅酒店啊，加埋玩咧咁樣咧，兩個人都係1000蚊多啲到嘅人民幣喎，包曬喎。嗯。即係嗰陣時我哋去，依家可能唔得，依家可能嚇唔知。咁如果你相對嚟講，你消費嚟講，如果你喺呢一個珠三角洲嚟講，咁你長隆兩個公園，尤其是。好像在珠海嗰都有海上咩樂園之類咁樣嘅係嘛？咁啊有衝浪啊，好多嘢玩咁樣，相對嘅消費嚟講比較低少少嘅。而且嚟講咧，玩嘢都差唔多咁。咁啊，所以喺個競爭力方面就好似係弱咗嘅。咁啊，即係海洋公園嚟講就，但係海洋公園嚟講咧，其實咧我哋自己覺得就有一個好保留嘅價值喺度。因為始終嚟講咧，一個30多年嘅一個主題公園咧，咁我哋喺細個嘅時候，唔止30多啦，40啦。40啦，1977年啊嘛。唔係咯，仲差唔多四十啊，係嘛？40個。40個啦，已經都咁啊，所以嚟講都好多集體回憶啦。咁同埋海洋公園亦都代表咗當時啊，即係咁多年前咧，亞洲啊，都係可以咁講，亞洲嚟講都係領先嘅一個主題樂園嘅。而且係做得幾好啊！咁所以嚟講咧，以前啊嘛，係啦，我哋相信海洋公園係有佢嘅保留嘅一個價值喺度嘅。咁啊，同埋咧個撥款嚟講都唔算好貴啊。如果香港嚟講啊，即係俾得起嘅都叫做。咁咧就希望咧，我哋自己咁講嘅啫。咁啊，希望咧，即係海洋公園咧，若果繼續運作落去嘅時候咧，就個票價咧就可以大眾化啲，係嘛？同埋咧，裏邊咧食嘢咧就可以咧，亦都唔好咁貴啊！真係好貴啊！我哋覺得真係都幾貴。有一條嗰條咩街，好似後屘開咗一條好中式嘅一條街噶嘛，嗰度有好多啲小食嘅。但係啲小食咧，因為當然啦，比旺角、銅鑼灣咧貴咗成倍咁滯。咁啊，去到嚟講，消費一日就等於我哋差唔多食兩個禮拜午飯咁上下咁啊，唔係好負擔得起。咁我哋今日嚟講，一陣間咧，我哋就會睇一睇海洋公園，用時空盤睇一睇佢究竟去定係留，係嘛？唔係時空盤，八字啊嘛，八字。佢個八字，佢嘅成立日嘅八字。咪咯，時空盤嚟嘅都算啊。咁佢正式嚟出世噶啦，咁仲時空盤？佢唔係人。咁佢出世噶啦嘛，佢嗰日開始噶啦嘛。時空盤就唔係咁講，而家時空盤就你依個時間嘅時空係啊。咁嗰日佢成立嘅日子嚟噶嘛，即係等於一個人嘅出世嘅日子。咁因為我哋記得嚟講咧，佢就係其實佢個開幕禮就唔係喺9點，但係海洋公園一直嚟講咧就係朝頭早9點鐘開始營業嘅。咁啊，所以咧就攞咗9點鐘都冇錯噶啦，我對過佢以前啲嘢噶啦，都冇錯噶啦。九點鐘，所以用就9點鐘嚟計算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啲話題嘅，咁啊有啲咩話題咧？咁啊，因為咧喺呢兩年咧中美貿易戰啦，咁啊發動咗好多國際嘅話題啦，咁啊喺各方面嚟講咧，中美之間喺世界上面嘅角力咧，都引起大家關注，尤其是香港咧，中國嘅南大門，咁啊舉足輕重嘅，其實香港呢個地方，咁而且引發咗非常多嘅議題咩好爭議性嘅題，咁我哋首次啊同阿黃師傅咧兩個仲我僅僅識少少嘅奇門遁甲嘅知識咧，咁我哋開個奇門遁甲盤咧，就睇。這個中美之間在未來的時間會不會開戰，開戰有幾個開戰，因為它現在來說有口水戰，就是外交戰，是吧？也有貿易戰，也有軍備的競賽，也有太空的軍備競賽，是吧？就是在各方面來說，甚至乎現在有人說細菌戰，是的，很多方面有一個角力。我們用我們僅僅所少少嘅奇門知識咧，咁去分析一下。咁啊，我哋用嘅時間就咁樣嘅，用嘅時間咧就因為咧就
兩會咧就啱啱就誒聽日就會開，因為我哋錄影嘅時間星期三。咁我哋咧就攞咗呢一個5月22日嘅9點，因為點解要攞個時間咧？咁我哋會有同大家交代一下。若果我哋係有誒。有啲乜嘢如果我哋係有少少錯誤嘅嘢講咧，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指正一下。咁我哋咧點解會攞呢個？因為兩會咧，聽日咧就係政協開幕嘅。咁啊，但係政協咧就同人大個功能係唔一樣，因為人大係有決議啊嘛。咁咧一定係會推出可能有好多新嘅政策，咁包括嚟講咧就是、國內本身嘅政策啦，亦都有可能喺外交上面嘅政策。咁所以我哋就攞咗後日嘅佢開係即係呢個政呢、這個人大開幕嘅時間咧，就開咗一個奇門嘅真係小盤啊呢、這個。咁啊，我哋咧就呢、這個真係小盤啦。咁我哋咧略略分析咧喺幾方面去用一個奇門遁甲去睇一睇，咁究竟喺未來嘅日子中美之間嘅關係會係點咧？咁我哋睇得到嚟講咧，係分分鐘係會擦槍走火喎。除咗係中美之間咧可能會開戰之外咧，可能喺中印嘅邊境都可能會開戰喎。咁得出嚟嘅少少嘅結果咧，有少少兩敗俱傷嘅一個局面出現。咁啊，跟住落嚟咧，咁我哋咧就最近咧就喺群組咧都收到一個短片咧就講關於筷子嘅，咁佢就講到咧就筷子嘅文化，咁同埋咧就話個人好驕傲。咁佢裏邊所講嘅內容咧就唔係話唔啱或者唔係完全唔對。咁啊，我哋咧就有喺我哋都經常都講啲文化嘅話題。咁我哋要可能有多少有補充嘅。咁同埋嚟講咧，就係有啲嚟講咧係不盡不實，因為咧有少少穿著附會嘅意味喺度。因為咧喺年初咧喺國內嚟講咧，就是、因為好多細嘅一啲媒體咧，咁啊網上啲做啲 Apps 拍啲片抌上去啦，咁啊抓廣告啦，咁啊令到咧就國內嚟講咧就有取替咗咧係好似唔知1000多間，即係聽聞啊嚇，即係睇到啊，即係點解咧嗰啲好細嘅一啲媒體咧，原來咧佢哋喺從事呢樣事業嘅時候咧，原來可以係申請類似一啲香港一啲分頂咁樣一啲基金可以去做嘅。咁啊，但係嚟講咧，就國內咧覺得佢哋所拍攝嘅短片啦，同埋所傳播嘅信息咧係唔夠水平啊。咁同埋有啲有誤導之嫌，甚至嚟講咧，有好多係稍為咧就講得廣東話講得俗套啲，好多係老作出嚟嘅。咁所以大家收到啲短片之後咧，有時咧就唔好話覺得係好真咁樣，好似講到筷子呢樣嘢咧咁。因為咧，我就去求證過咧，就睇中國社會科學院咧睇過幾篇論文咧，就講筷子咁。咁依家嗰個短片裏邊嚟講，佢所講嘅嘢嚟講咧，喺嗰幾篇論文裏邊咧，其實係冇描述過出嚟嘅。咁啊，最早嘅時間原來喺2017年嘅啫。咁我又唔可以講完全係唔啱嘅，因為點解咧？講到筷子嘅文化裏邊咧，係隱含咗一啲中國嘅哲學喺度，亦都有啲哲理喺度。咁我哋又唔可以完全話佢講嘅嘢，但係咧，我哋可能咧就要有啲嘢會補充一下，希望大家拿住一雙筷子嘅時候咧，會思考一下，咦，原來呢個筷子原來都係好神奇嘅一個工具嚟嘅，甚至乎咧係講到係非常之高層次嘅，因為我睇咗呢個短片之後咧，哇，講到啲筷子咧係形而上嘅一啲意識形態，咁我哋咧就唔好害去到咁深啦，係嘛？好啦，咁我哋今日嚟講，我哋就開始睇一睇我第一張 PowerPoint， 或者要提一提少少大家啦。因為咧就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因為供燈咧就第三批嘅燈咧就會陸續就會翻嚟嘅。咁啊，今次嚟講咧就會有6盞大燈，有4盞都中燈嘅。咁點解會分一批一批咧？咁其實因為咧就係嗰個天元罐嗰個電線嘅接線嗰個問題，咁啊要花少少時間。燈係有啊，咁啊接線咧，我哋因為今次接嘅線嚟講咧係會獨立啊，即係每一盞燈都會獨立嘅，咁啊比較好易控制少少啦。咁同時間嚟講咧就跟住落嚟，因為呢兩批燈咧就已經咧就全部都被請咗嘅，咁亦都咧係有一啲善信啊，或者有啲道侶咧，佢哋亦都登記咗嘅。咁登記咗嘅咧，佢哋係會優先嘅。咁另外咧就今次都會翻10盞燈翻嚟啦。咁我哋睇下
嗰個情況係唔係有需要再會加咯？再加少少。但係未來嘅時間係除咗大燈同埋中燈之外咧，我哋仲會有稍後嘅時間會有啲燈柱。咁啊，燈柱係比較細啲嘅，嗰啲燈咧就有觀音燈啦，同埋呢個財神燈咁樣嘅。咁啊，俾大家去請供。咁啊，有需要呢方面嘅話咧，就可以咧就打翻我哋嘅電話。咁啊，同我哋啲同事聯絡咁樣。咁好啦，供燈咧就講到呢度。咁跟住我哋就首先我哋開始咯，好嘛？嗯。咁我哋就首先就睇一睇呢個奇門盤先。咁我哋咧就我要開翻，我哋要睇一開翻嗰個咩先？因為呢度我哋嘅距離咧就比較遠咗少少嘅。咁咧就嚟睇翻嗰個奇門盤先。咁啊，黃師傅，咁啊，睇下奇門盤喎，嗰個奇門盤，咁啊 ，cap 圖嗰度 ，cap 圖嘅奇門盤就，咦，唔係呢個喎？庚子年辛巳月，月丑日辛巳日，係，唔係辛巳時，係啦，辛巳時，咁啊，九點鐘啦，咁因為咧。就兩會開幕的時間咧比較早少少㗎呢段時間，咁我哋首先咧，我哋就如果我哋要若果用奇門遁甲咧，我哋睇兩國之間嘅競爭，咁其實嚟講咧，即係意味住一種對抗性咧，咁我哋要先會攞一攞佢哋嘅用神啦。咁啊用神嚟講咧，咁我哋要睇咧就係直符咧就係為守方嘅，咁咧就根咧。就是為呢一個公方，咁當然啦，咁我哋自己開呢個盤，而且用人大兩會開嘅時間，咁啊，緊係嚟講咧，中國為首方啦，咁啊，根嚟講咧，屬於呢個公方。咁好啦，咁我哋首先睇下直符，黃師傅落咗落近宮位喎。嗯。嗱，直符嚟講咧，係最大嘅吉神嚟嘅。嗯、基本上可以仲逢凶化吉添，系基本上逢凶化吉，但系嚟讲咧，直符咧就喺呢一个字月里边嚟讲咧入丑啊，咁啊比较弱啲，就比较弱少少。直符譬如大吉星入丑咧就比较弱啦，咁啊即系话咧就似乎个力量咧就会减低咗先啦，因为点解咧直符系逢凶化吉噶嘛。基本上任何的事都可以解決了，但都要看看它在哪個月份，因為本身來說直符是屬土的，它也都在這個近宮就本來是上，但在月份裡面就比較較為差一點，即是說來說就可能它的力度就會降低了。咁啊，臨死門喎，咁黃師傅，哎呀，臨死門咁啊，點聽到死門都走咧，咁係嘛？咁啊，死門其實可以解做閉塞噶嘛，係嘛？死門可以擺閉塞，亦都可以話唔喐嘅意思，即係死，即係死物咯，等於一個死物咯。而且死門亦都喺呢個月嚟講，亦都我哋見到啦。如果你講呢、這個憂心傷道啦。憂心傷道，景死驚開啦，咁啊死門啱啱就係反人添喎，就喺近宮坐反人喎，咁啊死門嚟講咧，即係寓意住嚟講咧，就喺呢個位置同埋呢個月份嚟講咧，好多事嚟講咧就推行不力喎，而且嚟講咧就好似咧一潭死水咁咧就唔喐得喎。咁另外嚟講，我哋咁啊睇一睇個死門喎，咁啊門嚟講，咁我哋要睇下另外對方個宮位先。咁啊，當然啦，有天心星，其實天心星又幾好嘅。天心星就講真一句就係呢個都係叫做中吉星喺呢一個，咁啊都唔係太弱同埋太差。但係嚟講咧，我哋睇嚟講個天盤同埋地盤嘅光嚟講就係幾加身喎，幾加身係遊魂入墓喎。咁啊，黃師傅咁直符宮嚟講遊魂入墓咁點搞啊？應該冇得搞，似乎冇得搞。啲遊魂入墓嚟講咧，就好似嚟講做乜嘢推行咧，都唔係好順暢啦。甚至乎嚟講啊，即係聽遊魂入墓加死門，咁似乎嚟講什麼事都就喐唔到喎，係嘛？咁所以嚟講咧，點解即係我哋話一開個盤一睇，咁我哋就以中國為直符，咁啊似乎嚟講咧，就好似有多少事幹咧就受制。咁我哋又睇翻對宮，其實死門喺近宮啊嘛，呢個嘛，死門加近宮其實都係遊魂入墓之外，除咗呢樣嘢，佢都係主一啲同喪事啊、病啊
有關的問題的，甚至乎啊，佢係一個叫做咩咧？死門加薪啊，即係死門嗰個薪金嘅薪。係啊，死門再加薪金。啊、幾薪啊嘛？咁佢都係主盜賊同盜賊失脱呢個有關係嘅。咁甚至乎本身遊魂入墓幾加薪咧？呢一個咧，同都有解釋一個意象，就係同一個咩咧？二遭陰邪鬼魅作祟，即係好多外來嘅嘢啦，喺度搞搞震，係嘛？咁可能。你話係咪有啲外力嚟影響到佢咧？咁當然大家就我哋就冇辦法印證啦。但係如果喺個盤度，我哋係咁樣解釋。咁當然啦，我哋純粹都係用玄學嘅角度去分拆一下啦。咁啊，跟住我哋又要睇翻咯。咁啊，睇翻宮方，宮方庚金咧就落咗邊啊？落咗坎宮。庚金落咗坎宮嚟講咧，就景盤就上承九天啦，就跟住都有天柱星嘅。咁我哋首先嚟睇咧，就我哋睇翻直符宮嚟講近宮咧，但近宮嚟講咧就係屬土嘅，咁啊土嚟講就反而克咗個坎宮喎，就土克水。咁啊土克水意味住係幾好喎？點解好咧？因為中國就克住美國啊嘛。咁但係大家留意喎，佢係個死門同埋個幾家伸入去嘅啫。咁啊，似乎嚟講，如果要贏咧，都可能係慘勝喎。即係如果咁樣睇，咁啊，但係睇呢個根嘅宮位嚟講咧。根的宮位上承九天，九天這個九天來說可以代表什麼呢？這個神在這個煙波吊手歌裡面來說，他說上承九天就好陽兵，什麼叫好陽兵呢？就是說好像美國來說就很喜歡就展示自己的實力出來，就說自己的點勁啊，好勁啊這樣。但是意味著來說 有很多都是因為一間我哋再睇翻嗰個坤宮咧，亦都可以代表美國嘅。咁咧就好似咧就有多少少咧，就好似誇大咗少少。啊，甚至乎九天，如果淺白啲講咧，九天係可以解作高調嘅。係啊，高調。即係佢好張揚，好高調話俾人聽。咁佢景門，景門就代表一啲靚嘅嘢啦，文明嘅嘢啦，係嘛，同火有關嘅嘢啦。嗱，若果我哋再睇翻個天柱星咧，天柱星嚟講，即係話佢要發動攻勢嘅時候有阻礙啦。咁亦都仲有一個解釋嘅，天柱可以解作佢係一啲同一啲驚恐嘅嘢有關係嘅，咁同埋好戰啦，好戰係啦，呢個一定係㗎啦，係啦，力挽狂瀾啊，咁呢啲啦，咁同埋有一個破壞嘅意象喺度嘅，咁啊，所以亦都好明顯啦，好吻合本身呢、這個地方啊，呢、這個國家嗰種。嗰種風格，嗰種常態，常態啦，係啦，我哋可以咁。同埋佢本身佢庚加貴呢、這個這個組合咧，其實有個名稱叫做大格。大格空格嚟嘅喎。係啊，大格空格嚟。咁啊，通常大格咧，如果問事嘅人咧，就同車禍會有關嘅。嚇，咁亦都佢有一個解釋咧，就係話格咧就係格鬥嘅意思。格鬥。咁啊，通常格鬥人身就相沖，甲人就為青龍，庚申就為白虎啊嘛。會唔會佢發動攻勢會自己攞嚟？咁呢樣嘢咧就可以切合翻咧喺九宮飛星，我哋成日話左青龍右白虎啊，咁啊，即係甲人為青龍，庚申為白虎。咁但係西方國家就為庚申啊嘛，庚申係啊，即係白虎啦。咁啊，東邊嘅國家為青龍啊嘛，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喂，喺而家呢個局勢係唔係青龍或者係咪白虎就各有見解啦嚇。咁亦都係呢個大格嚟講，佢有咁嘅解釋咧，就係話，亦都可以話一場惡戰就由此開始。但係似乎不能得逞喎。咁大格當中咧較大嘅戰鬥格，即係戰爭嘅。戰爭啊！講戰爭啊！即係遇到呢個格局咧，就其實就可以話就謀想開戰添啊！係啦，謀事不利嘅。係啊！即係咁，當然你想開戰咁，如果假設真係想開戰嘅，咪
唔得順利咯嚇。仲有一個騰蛇喺度喎。嚇咁啊順仲有就係話咩咧？出外就係車破馬死啊！車破馬死啊！咁即係話喂，可能出師未捷就新鮮死。係啦，即係或者就已經有一啲意外發生。長使英雄淚滿襟。係啦，咁你如果真係有戰爭啊，假設真係戰爭嗰種嘅，咁你梗係可能有啲傷亡，或者一啲軍備上嘅損壞。啊、即未打就已經有呢樣嘢啦，嚇、啊！即係好多阻滯啦，天柱星啦，好多阻滯啦。咁啊，所以有咁同埋有粒騰蛇喺度喎。嗯，嗰粒騰蛇嚟講啊，搞亂檔喎。騰蛇喺邊度啊？咪喺呢一個坎宮啊嘛，騰蛇喺坎宮。騰蛇喺坎宮唔係喎，騰蛇唔係喺坎宮，騰蛇喺個喺個震宮。哦，唔係，騰蛇喺呢個九天先至喺坎宮。九天啊！先都講啊，九天係代表張揚啊。張揚，張揚。我話俾你知，嗱，我嚟嚼你啦啊！睇唔到。九天先至係啊，個九天啫。咁好啦，咁如果你睇呢兩個宮位嚟講咧，我哋又睇中國嚟講個宮位咧，即係叫做我哋叫做信誒呢一個近宮咧，就黑坎宮啦。就似乎嚟講咧，如果美國要發動攻勢或者開戰嚟講，未必得逞。但係咧，亦都唔見得好喎。近宮嚟講，因為處死門啊嘛。咁啊，如果我哋講得最近最中意嗰個。那個講法就好似係攬炒，但係咧就應該嚟講係兩敗俱傷。咁亦都可以咁講嘅，因為死門咧，佢有一種意象，都係解釋就係話佢係死板，係固定不變嘅嘢，係係嘛？咁啊，即係可以話係盲中中咁樣去可能係執行任務啦，或者係甚至乎佢係冇變通啊。行得靈活嘅係呢個概念嚟嘅。咁啊，頭先都講啦，因為佢幾家身係遊魂入墓咧，咁所以就好多時咧就就算有個直符喺度，頭先天師傅都講啦，入墓即係已經嗰個吉力就減弱咗，減咗。咁所以咧就如喺翻呢個兩個宮位去睇咧，咁即係話如果真係有一個戰爭出現嘅咧，其實都係大家都有傷嘅，甚至乎嗱，唔好話真係擦槍走火啦。你睇一個貿易戰都好啦，都冇話邊個贏曬嘅嚇。喺呢個宮位度睇，你就算講貿易戰啊，我哋對翻落去都冇一個話代表邊個特別優勝。其實兩個都有蝕底，係即係其實好現實咁講啦。某人同某人嘈交，同佢打交。咁你實兩個都有傷㗎，即係爭在邊個傷，爭在邊個傷得重啲，邊個傷得輕啲咁解啫嘛，係咪？即係好似而家有句説話好流行㗎嘛，打贏咪入差館咯，打輸入醫院咯，係嘛？即係咁解啊，係嘛？咁即係咁，你話真係打起上嚟，其實就大家都冇著數嘅嚇。咁我哋又可以嗱，睇咗兩個宮位之後咧，我哋又睇翻嚟講，因為點解咧？就時光啊，可以為主動者嘅喎。咁啊，時光係咩啊？係新金喎。時光唔係時光嚟講係啊，唔係時光就係咯，新金啊。唔係月日光，日光就係月啊嘛。因為我哋用咗呢一個兩會開嘅時間，咁啊。月嚟講，亦都可以代表東方，代表東方，即係代表中國咯。即係頭先都講啦，甲卯月啊嘛。嗱，日光月咧，我哋叫主動者喎，調翻轉睇喎。嗱，同頭先個唔同喎。咁啊，天盤咧月咧就落咗呢個坤宮，但係坤宮係空亡喎。嗯。啊，呢樣嘢嚟講咧，就似乎都比較空洞啲喎。嚇，樣樣嘢嚟。嗱，空亡其實可以有一個解釋，都係一個。你可以話得個噏字啊！你吉宮嚟講落空亡，你生門嚟講你吉門落空亡，你而且又反人個局，係嘛？冇實質嘢咯，冇實際嘢咯。咁你坤宮落咁啊，似乎嚟講咧就即係點樣意味住嚟講，好多嘢嚟講都係好似有少嘅恐嚇嘅成分多。即係空可能話空口講白話，或者就係話得個港字嘅啫。新門嚟講，亦都係講財富嘅來臨啊嘛，係嘛？即係新門有解釋啊。咁我哋若果用一個人嚟睇嘅話咧，如果喺呢個宮位嚟講咧，就叫做富屋貧人啊嘛。
叫做裝腔作勢啊嘛，即係叫做打腫臉就充烹子，即係叫做充肥佬嘅意思啊嘛。咁但係嚟講有新援喺度嚟講，雖然有空亡咧，就代表咗財來自有方喎。咁同埋嚟講咧，新援咧係可以，因為始終都係金援啦，咁啊有方法嚟解決問題。咁而且有呢個天父星，天父星即係輔助嘅意思喎。咁啊，即係話咧，周邊有好多其他嘅國家或者好多團體係撐佢喎。咁嘅意思喎。或者我會咁諗咯，就或者係當時會有一啲一天父同文昌有關聯。係啊，天父啊，直情係文昌啦。係啦，咁會文書方面係會有一啲叫做文人咧，有啲文人咧計劃。一個比較好的一種策略 去解決這個問題咯、嗯啊、但是就不要忘記、啊、因為它有一粒白虎星在這裡上來勾柴嘛，是的、啊、那是白虎來的我當我是白虎體的、就是、所以就什麼呢，所以就會、啊、有一個破壞性，其實它是一個破壞性的東西，白虎。如果你說在一白虎本身的五行是屬金的，是、啊、即是跟啲刀光劍影是有關係的，因為白虎通常嚟講都是好戰的嘛，係嘛、啊，又係咁嘅意思喎。咁亦都係不弱嘅喎，但係空亡嚟講咧，就似乎嚟講咧，所以就喺會喺一個即係暫時都係得個講字咯。咁、啊、但係嚟講，我哋再去分析一下啦，因為地盤咧就丁奇咧就落咗中國個位喎。咁咧，丁奇嚟講就火生坤宮啦。咁啊，似乎中國嚟講咧，若果嚇，如果係用談判嘅策略嚟計咧，就中國係願意付出多啲，同埋較為點咧，可以軟化嘅，即係可以咁樣講。咁啊，而且天父星嚟講咧，就旺於夏季喎。啱啱嚟講咧，就係叫做上啦，即係天父星喺呢個月份。咁啊，天父星喺上嘅時間嚟講，反而就愛好和平喎。就似乎嚟講咧，中國就唔想開戰啦。嗯，即係可以咁講。嗱，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咁我哋第二節翻嚟再繼續分析。好，一陣。